看今天一大早的去取了个快递，从内蒙古寄过来的，应该是小南寄的。上次他打电话问我地址，我问说寄什么，他说给你寄点内蒙古的特产。我来打开看一下是什么。牛啊，寄了头牛。这包装上不是有牛吗？哇，我阿姨今天打扮的好漂亮啊。打得好漂亮吗？嗯。你们打扮的这么漂亮不回来了吗？没有回来。回来怎么不回来？等着你啊。我第一次见阿姨穿的这么好看啊。去啊。不是车都约好了吗？现在不是车的问题。我不去啊。真的不是。啊。咋了？没咋了。我怕你在家没得吃，饿着了。不会的，我自己给自己煮点泡面啊什么的。哇，啥东西啊？内蒙特产。猪啊，鼻，鼻炎。牛肉干。我看到了这个，这个是啥？哇，哇，这是个啥玩意啊？酒吗？这应该是酒啊。哎呦，是不是？怎么打开啊？好漂亮啊！要把这里给扯吗？你看你。这里啊，我可以打开吗？可以啊，你打开啊。这两边是什么脊牙？好像是吗？这是牛角啊，这是牙。牛角，应该是酒。酒，这现在牛酒啊？嗯，来，拆开吧。这有个绳子，估计要割断。来，点。来，把两边那个绳子割断。我就想问一下你啊，嗯，是不是你就打算用这个了？我以后直播的时候喝水，我就用这个。啊，蒙汗药啊，蒙汗药。它这里是个蒙汗，我加了个药。是奶酒，奶酒看到了，是个蒙汗，我加了个药。蒙古奶酒，你尝一下好不好喝？确定啊？嗯。司机来了。司机来了。好，等一下。我要去上工了。去啊，这个还可以，我就这样喝了，尝一下啊。我来这个汤。我洗点，怎么样？辣不辣？感觉比我爸那个米酒很辣，辣一点。好，这个就归你了，你一个人喝了。两个一起沾点，快点。来，但是有一股那个淡淡的奶香味儿。来吧。奶奶妹妹也是。你喝完之后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。好辣呀、啊！啊，看这里还有两包烘干牛肉，一包是有辣椒的，这个也是牛肉干，这是原味的。这里，这个是啥？那我拆一包。哦，你拆开，看好不好吃？你看啊，很用心啊。怎么说？真的就是好妹妹啊，因为她知道我有鼻炎，然后给我寄了一个这个鼻炎喷雾。上次说她也有，然后她去那个医生那里买的，说挺好用的，给我寄了一瓶。老师傅好嘞，感动。哎呀，尝一下牛肉干好不好吃？看我的御用司机来了，从内蒙古寄过来的，你尝一下。那天我们还跟正在说，我正好在师傅的车上，我们也打电话说来说。好吃啊！好吃啊！嗯，非常好吃。你不吃嘞，小家伙？脆脆的。嗯，好吃啊！我比鸡肉也好看了，对，有点咸。我要摸一下，不知道多少钱，扔一瓶。我婶婶，然后我堂哥阿芝他们今天要去县城喝喜酒，喝寿酒，喝寿酒。对，我一个叔叔过60大寿，然后我就不去了，我在家里看门。看来今天中午又得吃方便面了，哎，就吃那牛肉干吧，喝那个酒吧。等他们来的时候，我就醉的躺在这儿。